我是邱仁内，我是刘奇良，我是赵伟刚。新西兰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西兰奥克兰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第七次走进南半球这一座花园般的城市。俗话说啊，一回生两回熟，连续七年的切磋交流，让彼此增进了解的同时，友谊的小船也是越划越快。这次老朋友再次相见，非常的亲切，也很开心，相信比赛也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首先呢，是一场63公斤级的比赛呈现给大家。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第一次走上武林风的擂台，就来到了新西兰，还是客场作战。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来自格斗勇士俱乐部的这位年轻人今年只有20岁，让我们掌声有请秦金旭。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the first fight of the evening, New Zealand versus China,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Weighing in at 63 kgs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4 losses, and 1 win by KO, Gwen Jin Zhao!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weighing in at 63 kgs, Jeffrey Kelly!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weighing in at 63 kgs,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4 fights, 21 wins, 3 losses, the WNC is a champion, Jeffrey! This fight is 3 3-minute rounds. Let's make some noise for the fighters! No button. No elbow. Not double. One tap. One. Okay, don't clinch. Round one!终于等到这一刻，王者天下旷世大战一龙王者挑战赛震撼上演。历时8个月的王中之王浴血遴选，一龙将接受世界巅峰王者的终极挑战。谁输谁赢， WLF 71公斤级金腰带究竟花落谁家？11月4日，史诗之战，全球巨献。No button. No elbow.
走进新西兰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63公斤级的比赛，由来自格斗勇士的秦金旭面对来自新西兰的选手 Jeffrey。秦金旭是来自格斗勇士的，我们都知道这是王洪祥的开创的俱乐部。今年的战绩是12胜4负1KO， 而 Jeffrey 的目前是24战12胜3负 WMC， 新西兰的冠军。两个人上来以后动作很快啊，对拼的频率很高。哦，转身的后摆 ，Jeffrey 的顶膝接左手的直拳。前刺，两个人互相前刺上钩。啊，秦金旭的后手拳。他转下的是吉祥，再给秦金旭做边角。Jeffrey 的左右变化的腿法很灵动，加上拳法也很快。秦金旭。放松，来到这臂 ，That's good， 扫踢，放松，放松，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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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被对方后手迎击了，又一个。两人在进攻密度和节奏上，目前是 Jeffrey 占有上风。Jeffrey 今年只有17岁。对，选择好踢。轻重的变化很明显。明确后手摆拳，被对方摇臂了。第四，第扫，上下打击步，多换几把点。第扫，放松点，放松点。哦，一个垫步的顶膝，秦金旭转身后方，漂亮，打服，后手前手，扫踢，后手前手连续的进攻。Jeffrey 的后手上勾也击中了，有一个没打到。哇，两个人的这一回合打得非常的精彩。比赛的这个水平是非常的不错。你前头顶完，前头顶完后击腹，那他要是前手顶着你的话，你就后手打他击腹拳，知不知道？知道了，刚才这是中国的选手周伟鹏。扫踢，秦金旭一个反击，漂亮！两个人的攻防转换非常的快速。秦金旭横摆上钩，被对方后手迎击了，左右的低扫。秦金旭甩出后摆踢中了，非常漂亮。移动，移动，前手，前手。左右的移动，两个人的这个攻防转换速度极快，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不要眨眼睛啊！这场比赛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前手控制好距离，前手控制好距离。Jeffrey 转身的后摆踢到手臂了，中扫中扫都有，不要站那儿，前手前手，往前压往前压，对，往前压往前压，哎呦，往前走了，往前走了，上勾 Jeffrey 上勾接打杆，前后手再踢，前后手打击，在前点上 Jeffrey 总能占据优势。啊，秦金文，秦金旭左右摆拳低扫打倒了，正好打到了肝部。我们看 Jeffrey 非常痛苦，我们知道能不能站起来。6秒7秒，这一回合有一局强制读8秒，这样的话秦金旭的比分会非常的不错。连续打击还能不能站住，然后 Jeffrey 并没有放弃，也在反击，秦金旭还在继续进攻，不停地用自己的左手去对对方的肝部进行打击。这轮打完，就是感觉反击的力度上来。我们看，就是左右摆拳，秦金旭的后手，这轮只能压住了，压住了，这轮开始反击，顶膝，
跌，后手，秦旭这一回合中了不少拳啊，在这一轮对攻中，摆拳，平膝，后手上勾，哇，后手拳。秦旭的体能刚才在那一波进攻中打光，哇，这样的一场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可以看到阿伯就这一下，明显看出来腹部受到了严重，而且夹紧了自己的右肘，你看夹紧自己的右肘，后摆拳也击中了，小踢，小踢接前走，两个人对拼的频率很高，相对来说 Jeffrey 的拳和膝比较好，而秦金旭的这个腿法对对方的杀伤比较强，是命中了秦金旭不少拳，但是秦金旭在刚才的那回合拿了一个强制八秒，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方除非拿下第一、第三局，有的很难打。你看，就是接下来解说到的教练，哦，前排。看两个人的对拼还是非常的凶猛。刚才我们说到新西兰的情况，教练陈帅也是致力于给这个最初的新西兰的一位非常有抱负的华裔教练。感觉上 Jeffrey 的这一回合的优势比较大，如果第一、第三回合 Jeffrey 拿下的话，那就可能会出现平局。感觉秦旭可能顶不住了啊，看能不能扛住，两人对攻，哇，非常硬朗的选手，我觉得秦旭这位选手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来期待一下官方的判罚结果。顶膝，在这个比第三回合的比赛里面 Jeffrey 的这个顶膝啊给秦旭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的膝自下而上正好穿过了秦金旭的两手防御手，连续的拳法，秦金旭也命中了对方不少。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ive these guys a huge hand for an awesome fight. The judges scored this fight 29-29.28-29, 29-28, 29-28, 29-27, making this f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a majority draw. 这场比赛太意外了，我们看到，一个裁判给了蓝方，一个裁判给了红方，一个裁判判了平，所以这场比赛会以平局的方式加赛到第四回合。Ladies and gentlemen, when the fight is scored a draw, that means there is a sudden death round.So they will fight it out right now. 双方出现了平局，加赛一局，掌声再一次送给两位。不要站到那，不要站到那，主动一点。来呀，你这是听我的。第四局怎么了？往前走，跟他换一腿。他打拳，你不要跟他打，你就砍他腿，后腿，后腿，后腿。他后腿。
我们看一下第四回合吧。那这个评分我觉得如果判蓝方有一次获胜，这个是很勉强。转身后蹬，杰弗瑞用拳法的快攻，秦金旭是拳腿，两个人都完全不留体力的在对拼。转身后摆，杰弗瑞的连续进攻，特别是他那个上勾接后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很棒，正好穿过了普通的这个屈臂的防御手。顶膝向秦金旭将杰弗瑞顶在了绳脚边，两个人是脸对脸的进行肉搏，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谁能站到最后。秦金旭的体能掉的比较快了，杰弗瑞也是体能掉的很多，上勾秦金旭顶膝，一直压着对方，这样的话在自己的有侵略性上是有优势的，因为毕竟他处在这个比赛的主动。两个人的这个拳究竟谁打到谁的多，我们已经很难判断了，完全扭缠在一起。我们看秦金旭的这个手脚已经软下来了，杰弗瑞也是一样的。哦，转身后边用拳勾手，两个人的命中率已经极低了，现在完全是靠意识在撑。这场比赛还有最后这一回合，正当秦金旭一直是机械的顶在前面压着杰弗瑞，这样的话自己是有效性啊侵略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判罚标准是点数重击啊，侵略性和对成全的控制。看着这两位勇士真的是要加油，非常漂亮的两个选手，为了给各位带来一场精彩的表现，我们看他们真的是拼尽了全力，两个人的手脚已经都没有力气了。还有十秒钟，哇，连续的进攻，哇，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无论胜负都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的盛宴，两个选手你自己的，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慢放，无数的拳腿膝的对攻，目的就是想把对方击垮，但两个选手的意志力都非常的强健，都没有被对方所击倒，这是一场非常大的结果。大家的掌声，大家的呐喊声，我完全感受到大家对第一场的比赛相当相当满意，两位年轻人在擂台之上拼尽了全力打满四局，他们俩一个20岁一个17岁，相当的不简单，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fighting it out for one extra round, the winner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Wen Jinzhu.这事情在这儿批下来不容易啊！祝贺秦金旭哈，今天赢得非常不容易，打了四局，第一次跟吴林峰出国比赛，非常的好。啊，对，我这次上还是有点紧张，要动脑都打不出来。最后我打了个对手要读秒，我还以为我赢了，没想到加赛一局，然后硬咬着牙顶下来了。虽然很累，但我很开心。终于等到这一刻，王者天下旷世大战，一龙王者挑战赛震撼上演，历时8个月的王中之王浴血遴选，一龙将接受世界巅峰王者的终极挑战，谁输谁赢
WLF 71公斤级金腰带究竟花落谁家？11月4日，史诗之战，全球巨献。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奥克兰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新西兰站的比赛，场65公斤级的比赛。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呢，曾经拿过泰拳规则的冠军，所以说打法十分硬朗。因为在场上容易出现了这样一个善于捕捉机会的这样一个条件呢，所以说人送绰号幽灵刺客。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刘启亮。Representing China,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weighing in at 65 kgs,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0 wins and 6 losses, Liu Guilan!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Kane Conlon! And his opponent,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fighting out of Strikeforce, weighing in at 65 kgs,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7 fights, 19 wins and 4 wins by way of knockout, the WNC and WKBF champion, Kane Conlon! Who's the boss? Dudes is lost. Don't cause I'm iced out. I'm a cool off.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is 3 3-minute rounds. Let's make some noise for the fighters!在我们现在是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为您带来的一场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由红方来自中国的翼龙奥羽的选手刘启亮面对来自新西兰的选手 K. Crane。 那这两位选手呢， K. Crane 是27战19胜7负4次 KO， 并且是 WMC 和 WKBF 的冠军啊，的新西兰冠军。那刘启亮呢，作为幽灵刺客，我相信很多观众都很熟悉的翼龙奥羽的选手呢，最近呢提高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他们的选手在这个连击能力上比原来要有很大的提高。我们看刘启亮刚才一个三连击加上一个正蹬，好，现在被 Kenny 用前手一个速拳加上一个箍颈的垫膝，这也是我们这个武林风或者 WF 规则的要求啊。在这个比赛中呢，双手箍颈是消极的，单手的瞬间出膝是允许。这场比赛我们这个 Kenny 呢是长时间在泰国进行习练的选手，也是一个典型的泰拳手。那但是他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跟传统的泰拳手相比，拳法会更多，而且对拳法的依赖比较高。我们看后肢前摆，吴启良交叉式的打法，左右的这种对拼。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Kenny 的这个整个的进攻方式是比较多样的，而且比较立体，不像一般的泰式选手。漂亮，这个是刘启亮刚才抬腿的瞬间被打掉了平衡。这场比赛是三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刘启亮一位的打火，Kenny 的前后手低扫，连续的后腿三高扫，前后手低扫，漂亮，这个组合很漂亮。刘启亮正蹬，刘启亮的密度没有对方高，但是我自己觉得刘启亮的硬度好像比对方要强在对拼的时候呢，Kenny 一般来说不太敢跟刘启亮去对拼。你看刘
吴景阳在进攻的时候，可能不太想要去进攻。中段换一个 B 段。哦，这两个比赛，这场比赛的两个人的打法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血脉喷张的感觉，因为两个人都是一种进攻型的打法，特别是这个来自新西兰的 Strike Force 的冠军啊 Kenny， 这个在而且前后手刘启良一个插线的这个左手和右手插线扫踢打火扫踢，后卫呢换一个低位的。说要加一波力量，特别是对于刘启良来说，我们需要他更多的密度，因为相对在密度的打击上呢，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是比较多的，密度比较大。哦，一个垫步的扫踢，刘启良前后手接扫踢，比较模式化。啊，我们现在看到他的这个前后手加扫踢的这个动作比较模式化，腿法的总结性太强了。漂亮，刘启良这对连击。前刺，哦，漂亮！后手拳的迎击拳，前后手，前后前，他那个前手拳的命中落点比较好。一个跳膝没发上力，刘启良的后肢前摆，整刚，后肢前摆加后手，漂亮。这个三点进攻打得好，我们看刘启良现在选择以拳克腿啊，这个在泰国来的选手呢比较擅长腿法，那刘启良选择了这个后手拳的迎击拳接连续的进攻，我们看又是后手拳的迎击拳，目前为止这个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正中打到了天地，啊，场下的观众我们看到非常的兴奋啊，这场比赛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我们已经是多次来到新西兰奥克兰了，那在现场的这个观众无论是华裔还是非华裔的观众都对武林风的这个比赛抱以特别大的热情。推开前后手，前后手握四个连击，刘启良前摆打到了，这两个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刘启良而且扳回了在第一回合稍微有，刚开始刘启良的这个前后接和后手一扫比较模式化，在第二回合中段以后呢，前中段开始改变了风格，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个身体比较强，第二回合两个人差不多，漂亮，后肢前摆哦，凭借前后手也击中刘启良，两个人在对拼中，刘启良总能拿到更多的气势上的优势。我们看，在对拼中，肯定的硬度不足。哦，连续进攻，这场比赛非常的好看。绝招，两个，刘启良贴进去，哦，肯定的密度上来了，这一段在。边退边打的这个进攻中啊，肯尼的这个密度上来，这样刘启良面对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自己的体位身位是压进去了，但是进攻没有跟上。哦，连续的重击，刘启良已经受到了很多重击了啊，甚至数以十计的打击，身位压的还是比较死，但进攻的密度没有上来，频率太低了。刚才这一波进攻来自新西兰肯定很棒，而且他的胸口我们看左胸上有一个中国的龙字啊，在新西兰呢这个中国的文化也是受到了特别大的重视和大家的这个支持。哦，高扫整当顶膝，哦，连续的打击，但是我个人目测应该是肯定的这个密度会高一些，
本来的第二回合刘奇良是把这个劣势拉回来了，但是到第三回合新西兰的选手哇一个跳膝前后手打击，刘奇良大叫一声把气势拉起来，但是自己的拳并没有发出特别多，想用重击，后直前摆，哦，有一个垫步，前摆拳，哦，上勾，前直，扫踢，刘奇良后手拳迎击。压得很凶啊，但是命中率出拳的数量比较少，哇，这场比赛非常的漂亮，第一回合应该是第一和第三回合，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慢放，突然之间来自新西兰的肯尼就加了自己的这个命中的密度和频率啊，刘奇良非常的不适应，不过自己的身位压得很好，在整个场面的控制上刘奇良还是想压住局面，但是自己的进攻密度是相对低的，非常不错的一场比赛，在七十冠。Let's give these fighters a huge hand for an awesome fight. And the winner,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Kay Conley. 比赛结果，蓝方胜。等到这一刻，王者天下旷世大战，一龙王者挑战赛震撼上演，历时八个月的王中之王浴血遴选，一龙将接受世界巅峰王者的终极挑战，谁输谁赢 ？WLF 七十一公斤级金腰带究竟花落谁家？11月4日，史诗之战。全球巨献，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奥克兰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新西兰站的现场。那接下来呢是一场68公斤级的比赛，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15岁就背井离乡踏上了习武之路。这位年轻人呢不善用语言表达，他喜欢用拳头说话。如今经过岁月的沉淀，他更成熟、更全面、更有人缘了。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吉祥。我喜欢奔跑，我只会为一个目标去冲刺。我喜欢大喊，它潮起潮落，永不停息。搏击就是我的全部，努力奔跑，永不停息。我是吉祥。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the fourth fight tonight, representing China,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weighing in at 68 kgs, with the fight record of 19 wins, 10 losses, and 1 draw.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John Clapperton.And his opponent,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fighting out of Stormforce, weighing in at 68 kgs, with the fight record of 16 fights, John Clappert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is 3 3-minute rounds. Let's make some noise for the fighters! Ladies and gentlemen, because the Chinese fighter turned up overweight and did not make weight, he's automatically been deducted a point in the scorecard.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新西兰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奥克兰为您带来的一场男子68公斤级的比赛。红方是来自中国的吉祥，1994年的，是 John Chapter 啊，31岁，1.77米，16战5胜的这样的一个选手。我们看吉祥一个高扫。对了，吉祥在这个进入武林风的再一次进入之后呢，他的腿法的细腻程度增加了很多。原来的吉祥是一个几乎90%是在出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目前的吉祥呢，这个通过泰国的集训，腿法上的这个造诣还是很高的。在之前我们在应该在长沙的比赛中，吉祥是用腿法将对方终结。正蹬，转身后摆，左摆，地扫，阿婆，如既往的凶悍。将前后手去低扫砍，从本间突然冲起来，推开吉祥，最近的步伐感觉灵动了一些，而且加上又有腿法存在的情况下，吉祥的这个威胁力比原来更强了。原来的吉祥就是一个善打硬仗的选手。好，打佛前摆低扫，可以连续的技法，吉祥先把对方封在这个绳脚里，能不能做到前刺接后扫？哦，一个侧滑步，打得很聪明了，原来要聪明多了。哦，姜想把吉祥封在绳脚里没成功，吉祥前摆，逼对打斧干打，前摆，双手箍颈的袭击是不允许的。继续，前刺，转身的后摆。啊，吉祥最近的这个腿法的转身动作做的比较多，而且都是这个高位的特别多。低位打佛，摇臂加上侧闪，吉祥的步伐有所改进啊。原来是擅长站着跟人对轰的选手，现在开始打得灵动一些了。不知道吉祥的右手怎么样了，在这个前面的比赛中呢，他说他右手的伤势还是有一些问题。然后前刺，姜已经打中了吉祥两个前刺，而且我个人的感觉姜的力量不错。吉祥低扫，有机会，吉祥现在有更多的打斧拳作为前瞻，很棒。转身后摆，左摆，左摆，打晕了。哇！吉祥两个左手的平勾拳摆拳击中了对方，再接上一个补击，直接将姜打倒在地。好，目前对方还没有起来，那这样的话吉祥是一场非常漂亮的 KO， 将对方拿下。希望一会儿会有比赛的慢放，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样的这个压制还是比较稳健而有力的。看一下前摆，对方挤在绳脚上，后摆腿没打到，前摆这一拳，再来一拳，非常的致命。后直前摆，前摆前摆，后直前摆，四拳直接将对方打倒在地。就这一拳，还有一个。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in the second round, Ji Xiang.
情况下是怎么想的？通过去泰国那段时间，这个腿法现在拳法都有了，进步了特别大，对自己比较自信。我也没想着 KO 不 KO， 反正就发挥到自己最好的状态。国外的选手那种体型、那力量、身体素质都比中国人的好很多。刚才我也感觉到了，他的打击力度会比我们好点。不过我的打击力度也特别好。好自信。终于等到这一刻，王者天下旷世大战，一龙王者挑战赛震撼上演。历时八个月的王中之王浴血遴选，一龙将接受世界巅峰王者的终极挑战，谁输谁赢 ？WLF 七十一公斤级金腰带究竟花落谁家？11月4日，史诗之战，全球巨献。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奥克兰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新西兰站的接下来这场七十公斤级的比赛，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4岁，战绩22胜4负，6次 KO 对手。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钟威鹏。Fighting out of China, weighing in at 70 kgs,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1 wins and 6 wins by way of knockout, Zhong Wei-Ping.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weighing in at 70 kgs, Harley Love!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fighting out of Sydney Gar, the WMC, the WKBN, and the South Pacific champion, 32 fights, 22 wins, and 7 wins by way of knockout, Harley Love!走进新西兰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奥克兰，为您带来一场男子七十公斤级的对决，由来自郑州顺远的钟威鹏面对来自新西兰的 Harley。 那么这场比赛呢， Harley 是32战22胜10负7次 KO， 而且是 WMC WKBF， 也是这个新西兰的特色啊，这两个赛事是一起进行的，南太平洋的冠军。钟威鹏目前的战绩是2胜4负6，一共有6次比赛啊，那这样的一场比赛，我们看一下钟威鹏的表现。钟威鹏是一个打得比较稳健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那么之前呢，他的重击是不错的，连击能力一直是一个备受质疑的啊。刚才是被踢到了裆部，挂到裆部。钟威鹏最多5分钟的时间来休息，但是我估计不会休息太久。好，双方碰拳套，呼之敬意，继续。Harley 呢是这个 WC WKBF 的这个南太平洋的冠军，那钟威鹏目前是在可以说打新西兰的这个级别上的这个优势的选手。第三，换一个一模一样的动作，前刺前扫。哦，钟威鹏做了一个切线，左手平头拳击中了，漂亮。好，我们看现场的观众，比较清晰的分成两个阵营，华裔的和非华裔的观众支持不同的选手。好，正刀，
倒踢，从这个骨架和身高上呢，都是新西兰的选手哈利比较强啊，27岁的年龄，而中卫方目前是25，两个人年龄也差不多。前刺，打斧，中卫方还是需要解决的是自己的这个连击问题的能力啊，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双手箍颈、箍颈、箍肩、箍腰都是不允许的。前扫。后摆击中了，中锋出动作，投掷前上钩没打到，这个顶膝也没有击中。哦，两个人的前手差不多，哈利前摆后摆没打到，中锋后手离开。后手以低位的打斧拳，哦，哈利刚才这个上钩接平钩的动作很漂亮，这个需要很好的距离感。两个人第一回合感觉上中卫可能需要更多的打斧，这个是打斧上下，你看，对，左侧右侧的摇臂正好划过对方的这个手臂。中锋的动作明显变多了，而且积极了许多，可是需要把这些高速的移动转化成效率啊，转化成自己的进攻。前摆接后扫都没击中，中锋你看漂亮，传统拳不需要出更多的动作。哦，这个是被用腿压住以后挂的，在身体骨架上呢，感觉两个人不像是一个级别的选手啊，有双手箍颈的这个嫌疑。等等，试一下底扫中扫都没打到，钟卫鹏做了很多的移动，但是进攻的效率并不高。看，在面对对方进攻的时候，中锋选择大多数都是屈臂往前钻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就放弃了自己所开创的这个距离，因为在臂展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中锋要短一些，好不容易把自己拉进去要出一些动作。前摆，哦，哈利反击顶膝，刘鹏刚才打斧拳其实不错，李嫂哇，在这个绝对的优势臂展情况下，哈利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我们看，我们看在这个进攻的运程上啊，哈利还是比较有优势。哦，打斧上钩，感觉两个人的体重应该也不在一个层面上，毕竟我们的运动员也是跨洋过海啊，需要很长时间，加上调整时差等等的方式，在减重上的确是有一些困难。前摆，打斧，30秒，高扫没击中，两个人的命中率都不高，我们看都不高。20 seconds， 中卫方突然进攻。接着弹腿两个，好，我们可以看来自新西兰的选手哈利的这个左腿啊，似乎是有点问题，在下场的时候有一点一瘸一瘸的，我们不知道钟卫鹏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能不能利用好。选手的裁判团队要求下一场下一回合的比赛哈利
劈腿的这个诱骗接高腿的高扫，看这个高腿。低位打死，小熊熊要不要注意对方的腿？哦，高段、中段、中段，中锋压进来，身位进来了，怎么样？基地的防守，哇，两个侧肋，中锋小心。哈里跳膝，变膝，没打到。在这个臂展的运程上，两个人的确是有差距。哦，一个双跳没打到，反拳换低扫。可以说其实在这个身高比较高的哈利这儿呢，除了打辅拳以外，我们看他的命中率也不高。哦，这个中段扫到了，点击去前后手的拳，其实我觉得推的效果要多于打。打虎拉进来，再两个前后摆打到了低扫，我们看中锋后手拳，这个是能不能发起来一波反击，已经拉进去了，我们看摆拳后手漂亮，哈里在且战且退，钟威鹏时间已经不多了，推开后手拳扫踢漂亮，前摆后摆，钟威鹏这个时间并不长了，在最后的一回合爆发出来自己能量。哦，哈利的前后手接摆拳击中了一个扫踢，又把钟威鹏踢开，钟威鹏顶膝，时间已经不多了，推到身边要出进攻扫踢出拳大幅，哦为顶膝，感觉自己吐掉护齿了，是不是坚持不下来了？五，哦，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刚才可能是以为跳腿，还有十秒钟，钟威鹏前刺前刺前刺，我们看后手连续的打，哇！第三回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反击局，但刚才被裁判读秒了，那既然被读秒了，这一回合可能钟威鹏打得再好也很难在分数上有优势的，那我们来期待一下最后的当双方判罚结果。第三回合钟威甚至都会有错觉，以为钟威鹏要拿下这场比赛。The judges scored this fight. All three judges scored the fight 30-26 to the winner,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arley Love. 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安逸金融董事长何明女士为获胜方颁奖。Let's give his opponent Zhou Weiping a huge h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He showed an awesome heart in here. A big thank you to Joanna from IE Money for sponsoring this fight and for sponsoring the belt, ladies and gentlemen. Congratulations to the new light middleweight title holder, ladies and gentlemen, Harley Love. 终于等到这一刻。王者天下旷世大战，一龙王者挑战赛震撼上演，
历时八个月的王中之王浴血遴选，一龙将接受世界巅峰王者的终极挑战，谁输谁赢 ？WLF 七十一公斤级金腰带究竟花落谁家？11月4日，史诗之战，全球巨献。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奥克兰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新西兰站的比赛现场呢，接下来呢是91公斤级的比赛呈现给大家。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一龙奥宇搏击俱乐部 ，WLF 90公斤级洲际金腰带的得主，啊，也是被誉为中国大级别的希望之光。近来呢，跟随武林风连续出国征战，展现的是中国力量。我们掌声有请怒火将军陶光华。大家好，我是郝光华，我现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奥克兰。我是武林风的大级别选手，块头大，给大家另一种视觉冲击。这次我的对手也是新西兰的一位悍将，我跟他这次是一个金腰带争夺战，所以我会以适度的状态来战胜他，争夺金腰带。请大家记住我，关注我，我是怒火将军郝光华。Representing China,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Weighing in at 91 kg, with 18 wins and 6 losses in his record, Hao Guang Ho! Dao Xi Xi Da Guan Xi Xi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weighing in at 91 kgs.Siggy Bisaini!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fighting out of Barbora Liga, the NZ 90kg four-man champion, 14 fights, 12 wins, 6 wins by way of knockout, Siggy Bisaini!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is 3 3-minute rounds. Let's make some noise for the fighters! Okay, gentlemen, you know the rules. I'm just going to give you 3 commands, all right? When I say stop, you stop fighting. When I say box, you start or resume fighting. If I say break, you both just step back and start again. Understand, gentlemen? It's got to work.走进新西兰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这场男子91公斤级的大级别的比赛，是由来自一龙奥宇的怒火将军郝光华啊，1米86的选手，18胜6负 ，WF 90公斤洲际金腰带的选手得主，面对来自新西兰的 CG， 目前23岁，1米88，14战12胜6次 KO 对手 ，NZ 90公斤的男子冠军。黄华可以说是在中国自由搏击上都比较少见的这种大级别，而且攻击性很强的选手。西里，抓好黄华一个后手接扫踢。黄华是这个原来的散打名将啊，原来散打的冠军。一早起码郝光华是具备有很好的终结能力的，那他的对手 CG 呢，目前是12胜里面有一半的 KO 率，也是终结率比较高的一个选手。不过目前看起来两个人都比较谨慎，不太想要近身肉搏啊，毕竟是第一回合。
Gigi 呢也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当地毛利人的这个样子。我们都知道毛利族被称之为战斗民族啊，也是新西兰的土著民，他们的这个骨平均的骨密度要比一般的选手要这个厚一些，而且整个的这个毛利族的这个习惯呢都是比较少女，家里边只要有男孩基本上都会吊个沙袋让孩子去打一打练一练。哦，一个跳膝接摇臂接前后手的摆拳，虽然没有打到啊，但是这个计划战术计划还是非常的精巧，特别是加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身体重啊。李桑高扫，王文华的步伐选择比较讲究啊，一直往对方的外手去转换，顶刀利用绳圈。10 seconds. 抛拳的意思，就是黄文华的那个跳腿低位摇臂后手接前手，虽然命中率并不是非常理想，但是这个设计的动作呢还是非常有特色。两个人的第二回合，黄文华垫步的前扫，感觉上在比赛的基本功上黄文华会好一些。CG 目前的表现，感觉上打得比较没有章法。哦，转身的后蹬没有压住胯，把胯翻起来了，这个转身后蹬腿一定要把胯压住，这样的话力量才能贯穿。好，这个场地边上有水分，然后他及时举手也进行了处理。好，继续前四拳，黄华正蹬，转身的后蹬，后手被对方做了一个后手迎击防反。其实 CG 的前手拿的是比较低的，黄华踢低位腿破平衡，后手拳迎击接腿摔，啊，一个接腿的勾踢摔快摔。好，继续哦，前四拳前后手的摆拳，两个选手感觉在进攻中要么就是有点太紧张了，这个动作都是有点变形。哦，高扫踢到后手拳前摆，摇臂的前摆，非常的漂亮。这场比赛郝文华竟然出奇制胜的出了一个高位的扫踢啊，我们刚才看到镜头里出现的也是这个新西兰的截拳道的推广者这个陈帅。哦，正好踢到了腿，
高扫逆攻太大了，哦，踢给达佛，豪华踢开变移动。其实，在身板上，我们可以看两个人的体重对比，豪华背部虚一点。哦，刚才一个转身的边前没有打到，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的进攻。相对来说，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这个前后手前摆，再做一个，没错，两个前摆。一扫，后手，感觉力量上豪华并没有完全渗透，发出一点。豪华，我们看他在这个，哦，刚才对方一个跳膝提供。在这个报价上是把重心有一部分重心放在了后面，这样是有利于自己移动，但是这样的话这个力发不上太出来。哦，漂亮，刚才一个后手拳的迎击，又一个低扫，后手前手打服，然后这波进攻很漂亮。裁判王伟现在作为武林风这个全球的领队啊，这个经常会这个在下面作为边角指导选手。前一个垫步的前摆击中了郝光华，郝光华后手拳移动，郝光华一直在保持着自己移动，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垫步中西，对方达佛。我们推开，时间已经不多了。哦，被对方迎击了。徐徐现在在发动一波反击，达佛点到即止，一次借走，一次即走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哦，后手达佛。上波没有击中。哇，这是一动，好像体能有点下降啊。你垫住了摆拳，我们看豪华体能还是真的有点下降。跳。转身的后摆，啊，这个自己失去平衡了。好，最后三十秒。啊，刚才是两个人在对轰中顶到了裆部。三十秒，徐徐刚才一个后手拳击中了郝光华，中刀，一侧向的平衡拳。好，最后十秒钟。比赛两个人的命中数呢都不是很高，在每一回合都有一个小的进攻的高峰，然后过去了之后呢，两个人比较少见。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action, your winner by way of unanimous decision,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o! 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山西太原思迈健身俱乐部董事长申月平先生，GTG 集团董事长沈鑫先生为获胜方颁奖，祝贺郝光华。终于
等到这一刻，王者天下旷世大战，一龙王者挑战赛震撼上演。历时八个月的王中之王浴血遴选，一龙将接受世界巅峰王者的终极挑战。谁输谁赢， WLF 七十一公斤级金腰带究竟花落谁家？11月4日，史诗之战，全球巨献。终于等到这一刻，王者天下旷世大战，一龙王者挑战赛震撼上演。历时八个月的王中之王浴血遴选，一龙将接受世界巅峰王者的终极挑战。谁输谁赢， WLF 七十一公斤级金腰带究竟花落谁家？11月4日，史诗之战，全球巨献。